就是要叫我看先动，然后就一看，他擦汗也是假的啊，因为我是真的是大叫说，哎、欸，小金可以帮我擦汗吗？我真的是流汗流到全身，因为我真的是痛到不太舒服，就是可以没办法吃那么多。然后小金是那种，你要赶快吃哦，赶快吃，赶快吃，赶快吃。我心想说是你想吃吧，我肚子饿了我会胃痛，我会不舒服。他给我吃月子餐。帮我吃全部，就我就吃一点，他全部给我吃完。楼下抽烟，对，然后就又抱婴儿，然后喂奶，婴儿已经饱了，已经吐奶了，刚硬要塞。心疼的话，你可不可以早一点让我打止痛针，对不对？不要让我那么痛。对啊，痛到大冒汗，然后哭要尖叫，他才去那个坐起来，就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了。去尿尿还不得了了，痛到我真的是走路都觉得我是肠子要跑出来。就是要叫我看先动，然后就一看，他擦汗也是假的啊，因为我是真的是大叫说，哎，小金可以帮我擦汗吗？我真的是流汗流到全身，就是可能刚刚进去游泳池里面被捞出来的那种湿哦，衣服都是，他也不会说衣服湿了要帮我换衣服，也没有。他就用卫生纸那边一直一直擦一擦，然后就偷拍我，然后在 IG 发文，就是深深害怕。他不是说忍住吗？我也在忍嘛，大家都在忍耐。然后呢，可是隔天他就说，因为我一直就是看他不顺眼，因为呢，好，还有一件事想跟大家讲，月子餐，我在医院的月子餐哦，因为我真的是痛到不太舒服，就是可以没办法吃那么多。然后小心是那种，你要赶快吃哦，赶快吃，赶快吃，赶快吃。然后我就说，什么叫赶快吃？我可以慢慢吃嘛。所以呢，我就一直上去吃一点点，一点点。然后我就没有吃完。然后他就说，你要吃吗？你要吃吗？一直在问我要不要吃吗？我心想说，是你想吃吧？我肚子饿了，我会胃痛，我会不舒服。不会自己去买吃的吗？他跟我讲月子中心月子的餐哦，他给我吃月子餐，帮我吃全部，就我就吃一点，他全部给我吃完，还没啃啊什么什么的，然后真的差一点他没有在舔盘子跟舔筷子，你知道吃相有过难看的，在那边捞捞捞，对不对？直接给他扒下去，真的啊。我觉得他真的很表面，你知道吗？拿卫生纸这样擦一擦，就说你不知道我在做什么。我当然知道你在做什么，是我叫你帮我擦汗的。我的小孩在哭，然后呢，他动作越来越慢，我觉得他是故意弄给我看。没有离婚，我不晓得。现在我是跟他是冷战的状态，现在是超级无敌冷战。指甲长，然后也不洗手，楼下抽烟，对，然后就。又抱婴儿，然后喂奶，而且他被数字就是被控制的很厉害。假如说，他会说，一般那个小孩就是要吃多少的奶？假如说好，每一个人说，可能刚开始30到40 cc 就可以了，好，然后有些人就会说，可能要喝到60哦，然后他就觉得说，好，那我一定就是要帮他喝60，他的奶瓶来60，直接塞，就是说。啊，对，他有在吸，然后就喝。可是呢，假如说只剩还有一点点，他就是硬要给他喝，一定要60。就算他饱，他也是他饱，他对婴儿已经饱了，已经吐奶了，他是硬要塞，赶快吃哦，赶快喝，赶快走路。